从今天开始算到我们接下来26号那一天也会有排练，一共有7天，7天之内呢要完成一个任务。那这个任务有请咱们。好害怕哦。请推出去。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任务吧？对对对。哦。我们是共同的任务。这你看翻。你做不到的话就会翻桌。得奖的 是。我打开，你看。好。的任务指令是什么？啊啊！检验出来，剧场小画家。OK， 秀一下，秀一下。啊！完了！完了！一拍即合。一拍即合是什么意思呢？对，我念对吗？旁边那个小图案是什么呢？一个照片，对，照相机。没错 ，OK， 请第二个，你要给我们照相机带回家。复古的。送给粉丝，没错，好，为了粉丝，对，请对着镜头说，为了粉丝，为了粉丝。我们家的这个乐乐他今天在排戏，然后呢，所以我今天拿他的这个大头照，以为他在旁边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拍得到？人生一直走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任务？他现在是零。我摄影机看一下。今天我已经设定了他是零，所以应该会通知徐亚文吧？我怕他只有走3万步哎。徐亚文小姐，我觉得我分配你8万，我走2万。化验报告是什么呢？只剩7天，没错，排练不 NG。好，就没有我们这是奖励式的，就是挑战成功，我们就给你奖励。输的话不会有惩罚。啊，不会有惩罚。不会有惩罚，那还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们想跳票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我们为那个粉丝争取一下我们的那个票。对。我们两个会好好努力，不 NG。有没有想要对今年的观众说些什么？今年的观众。希望你们带着一个诚恳心来看，诚恳心，不要带有色眼光看我的身体，我都是为了艺术牺牲的。有信心吗？没信心的，3、50都在 NG 啊。信心什么？你们排练不 NG 啊？你那这个姿势很奇怪，我这样没办法签名。来看戏，不要啰嗦，来看戏。买票，对啊，下载 APP 去看戏，然后买票，然后来看戏。这是去是来看戏，好高级。这样好凶啊！下载 APP， 然后买票，然后来看戏。